现在是2019年5月14号的，有可能这个预料已经要20年才发出来。我们正在这个新宿的巴斯塔这里，然后准备坐巴士去山中。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Can you guys introduce yourselves for a little bit? Zuliki first. Yeah. Zuliki. Yeah. Wow. Okay. 再见。这个我们熟悉的小伙伴。Are you ready for the summer?让我们看看住三人房的反应。没办法，自己拍 vlog 就是得架好设备再开始表达开心。